敬爱，咱新丰地区所有的乡亲士大，国家主人，大家安安，大家好。今仔日来吼，有三个理由要来支持王定武。我会记得八八风灾了，离阮高雄嘉兴灾情非常的严重。啊，咱定武也常常去阮高雄的嘉兴，啊，阮所有人咧救灾。有当时我先到，定武也慢到，但是阮两个拢逐天到。啊嘛，有当时伊先到，我慢到。啊，有一届，定武啊去了，离开换我到。啊，一个乡亲是大咧甲我讲，高委员你来较慢啊啦，头前一个王委员先走啊啦。我讲对一个王委员，伊讲啊，对迄个王定武王委员啊，我讲对一个王定武王委员。伊讲到咱高雄这个王定武王委员，我想我靠腰的，啊明明都带台人，去用讲带高雄，啊明明都咧做议员，你用讲做立委，所以我首先第一点，要来代表阮高雄的乡亲士大，来感谢咱的王定武王委员。哎，咱王庭武搁常常咧去呢。啊，有当时乡亲，高雄的乡亲拄着我讲啊，陈委员你拢比王委员来较少见，我实有当时感觉真感谢。所以第一点，我要来甲咱乡亲士大报告，咱王庭武是一个脚踏实地、疼惜咱乡土，一个过去长久受着咱所有台南乡亲士大栽培，未来要成做咱。立法院内底新好立委对唔对？第二点，我要拜托咱所有乡亲士大，替咱王定武讨一个公道。六当前，县市长还未合并的时阵，咱的王定武王委员已经由咱民进党提名要做立法委员了，通过初选。啊，尾啊，关系合并，啊，比赛我取消。王定武王委员，定武啊，本来要选立委，第一届要选立委，我选无成，我谢谢说法，我包括去继续做议员。第二届，我相信你比我较清楚。你初选的过程内底，咱定武啊，一步一卡安尼行来，已经通过初选了咧，民调拢赢咧。尾仔顾全大局，为了党内协调，定武我无做入去。大家咧先拢想讲，顶届定武也先忍一回，四当啊，名正言顺提名咱定武啊，离咱永康，离咱新市这区，来代表咱民进党选入去。我，啊，我想讲。安尼拢讲好啊，顶届四当前大家都有共识啊。安尼四当后讲即区要初选，我夭寿啊，要初选。丁武来甲我讲，讲要协调。我甲丁武啊讲哦，那你即落歹命囝，你绝对爱初选啦。你唔通想讲协调会成功，你喙齿紧咬牢。即届初选阁拼一届有看，咱即届丁武啊初选，我要拜托咱乡亲士大，向咱丁武一个公道。你这个初选内底，可以用上悬的民调通过咱民进党的初选，代表咱民进党初选。你即久搁替咱民进党拼一胜好暗好，好暗好，好。第三点，咱定武啊，我相信讲哦，那国民党啊，看到定武啊当选，错咧蛋。我伫立法院内底哦，日啊拼命啊拼，举手拢举输人咧。你看阮伫内政委员咧。为着福茂，为着保福茂，为着这个两岸这个一挂代志，大家拢跟国民党在输赢咧。啊，国民党，你莫会内底人数超过一半，进前啊未三一八协议的时阵，啊伊要创啥就创啥。国民党，我提足侪法案，甲咱
台湾人有关的，甲咱罗岗有关的，国民党要甲你动就甲你动的。我提一个案讲二二八，像那个咧俄罗斯蒋介石蒋这个臭头仔，这要罚五年以上，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德国过去拢安尼，这国民党逐项都甲你动，公投还要收啊，你也甲你动，逐项你都甲你动。按罗岗好卡在三一八学院发生咧，怎国民党我惊着我，这个案无咧，但是。你另外来对佫坐坐足侪重要话，啊，咱业主拢业输人啊，所以我要拜托咱所有乡亲士话，咱丹东山立委、丹东山县长留落来即块立委，咱一定爱护咱的丈夫啊，顺利接棒，安尼好啊无？我哩另外来对吼，因遐媒体拢讲我啥哩呾，我有一个外号啦，我叫做靠背一哥啦，因为我专门咧甲国民党靠背啦。那国民党来咧，我就较傻。啊那，政府话来莲花院吼，我看这个靠边一个软化政府啊。你看伊逐天伫三立电视台，李廖小俊咧，即我逐天落嚟啊，聊国民党。我逐天来坐伊个边啊吼，我就安心啊，我就想讲啊，对我甲伊讲看一届吼，歹势啦。即个咱林董事长哩，我一届拢领六千咧。我若逐天看政府话哩啊，我啊咧真伤感情，咱就拢话政府话讲好。另外哩啊，聊国民党，大家看了欢喜无？有无？无伊来另外，曾水雄伫屏东咧选立委的时阵，我著甲屏东的乡亲士大讲，我讲你支持曾水雄，无伊来另外，要干嘛？叫开最后一枪的，叫你留予你哦。曾水雄，即摆来另外，逐工写写叫的，即摆过来，我内情委员哦，第一棒段宜康，第二棒庄瑞雄，第三棒姚文智。第四棒陈其迈吼，即摆国民党若看到阮四个了点出出，啊，阮若要冲上是台湾，你讲啊，恁都是恁四个吼，恁若安怎安怎，阮拢尊重。诶，各位，啊，阮内政委员咧吼，啊，若顶过来，啊，即国民党就错咧当。所以我拜托咱乡亲士吼，顾台湾、顾主权、顾咱所有乡亲士吼，上重要，咱的战力上强，咱的战神王金武一定要用投票当选，好啊，好。政府啊，一路安尼行，我相信讲一步一开，点点滴滴，所有乡亲士大，恁拢比我较清楚。你看，伊六点出门，下暗十二点倒去到厝，安尼咱过冬河，安尼哩安尼行。我若我甲大家乡亲士大讲，若讲我甲政府啊比，若讲认真拍拼，我输政府啊。安尼一步一开来，所以我要拜咱乡亲士大，代表阮所有高雄的乡亲士大，来感谢咱的王政府、王立委。我嘛要拜托咱乡亲士大，咱乡政府啊一个公道。我嘛要拜托咱乡亲士大，疼惜台湾，国主权，支持王政府，好啊好，好啊好啊好。啊，若要支持王政府了，啊要安怎？是不是要唯一支持？唯一支持什么人？唯一支持什么人？王政府。唯一支持王政府，好啊好。非常的感谢哈，啊，咱收获的。